凤榴莲壳装住的意大利面，你是不是第一次看过？不只是卖相夸张，还真材实料用榴莲肉下去煮，真的是想都没想过。他们还放上烤过的榴莲果肉，独特的搭配相当 creative。这道创意料理不 try 哪里行 ？US Pizza 推出的季节性菜单不止这样，每天都用最新鲜的准备大，呼声超高的准备大披萨也卷土重来啦！披萨饼皮甩到薄度适宜，吃起来脆脆的，是 US Pizza 的亮点之一。再铺上满满的 mozzarella cheese， 看上去就很吸引。香香甜甜的准备大，放根披萨实在大，带有一点点芝士的咸，吃多也不会急啦，真的是一吃就回不了头啦。除了披萨，还有加料版准备大 creamy mushroom pasta。奶油味调到刚刚好，跟准备的搭配在一起，这个口感这个味道不是你随便就能在外面吃得到。除了 creamy mushroom， 有 bolognese 选择，多梅多的酸味不会喧宾夺主，这两款不了准备的只卖13块半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创意料理的话，快到指定的 US Pizza 粉店去看看哦。